锵锵三人行，最近我有人生体会啊，嗯，就是在这个网络时代啊，在这个个人隐私就是公众事务的年代啊，这个明哲保身之道要有一些。比方说要保险，干脆这个性爱照片呢、啊、最保险就不要拍，是吗？对，视频啊什么的、嗯、就别拍。日记呢？日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记。日不能记。对，没错。因为最近出了个局长嘛，网友说他的日记就是日过了就记。对，没错。出了日记，这以至于出现了一种日记，叫做寒风体。徐老师，文学系可以开课了。嗯、网友们广泛认为，这个人的文字好在简洁，这个是个朴实无华。朴实无华，那叫现在已经有一种寒风体。网上很多这么写，寒风体记载的内容就是吃喝拉撒性收钱喝酒唱歌睡觉，对吧、嗯、然后呢语言极其浓缩，比如说尾句他常常用一个字儿，嗯、比如说先跟某某局长喝酒，然后拿了2000块钱，然后去唱歌回，你看就回啊，或者说跟某某女人在哪开房做了3次累，这种题材没写爽啊，没写爽，爽都不写，这只是个文学当中简洁是最难的嘛，对，懂得长，这写了爽字就漏了，没错，你看看这个咱们网友从语文学的角度来评价，咱们导演给我们看看，《寒风日记》是一部实在的文本，它比任何什么文学新闻报道都真实生动。中国典型官员的日常生活、官场的真实现状，以及中国二三线城市的男女关系，他比所有中国作家更有资格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你看这二三线城市说的什么？他这个官儿示范一下吧，还挺多。这网友人肉搜索、嗯、他这个日记不知道被谁给搞在网上。嗯，当然，日记是不是真的，这也没有什么法律意见到现在，嗯、对吧？啪一下说，此人日记的主人系广西来宾市烟草专卖局局长，后又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局法规处处长，事发前已转任广西烟草专卖局销售处处长。嗯，结果呢，这个事情弄出去，嗯，你知道这个监察部门夸这一查，果然有点贪，这个但好像查他收了多少脏钱呢，40多万，然后还有一套大概是30万的价值30万的房子，嗯，多乎哉？不多也。不是说不是韩寒，不是说韩风是个好干部吗？那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我也觉得是贪的这么少是吧？对，我也觉得太惊人了，就前后这么加起来就70多万，嗯，这叫贪吗？你们现在都是什么标准？你说什么标准？我们是另外一个标准，我们是双峰标准。对啊，既然我们刚才在说嘛，说他这个文字好，他这个日记啊，比得上以前雷锋日记。共和国有双峰，前有雷锋，后有寒风。他们是、那个、这个充分说明时代的变迁，与时俱进。共和国历史四大日记嘛，雷锋日记、顾准日记、木子美日记、寒风日记。对，这个叫美下玉矿。这个你刚才讲韩寒，我觉得韩寒倒是会算的，说他确实是说，他说我觉得这是个好干部，为什么呢？他在博客里讲啊，说这是我近几年第一次干见受贿两个字后边啊跟着的是一个5位数，嗯，我不知道他哪找来的数字，说是半年时间内仅仅受贿6万元。啊，就日记里头算出来，到哪去找这么清廉的局长，对吧？就一个月贪10000，然后在他已玩烟草局的局长哦，人贪更多，在他一个月10000已玩正玩稳定的玩和带玩的那些女人中，没有一个人属于包养的性质，这就高风亮节了，对吧？那就是没说给多少钱之类的，对，没有，好像最多一个小妹妹就比较干嘛的，就是送手机，送个什么 MP3 什么的，这基本上人家蓝牙子的，人家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男女交往，没错，就是说是这个用最低的成本泡妞的国家干部，这个对啊，算是不错了，啊、替老百姓省钱。然后你看这他韩寒博客里还讲啊，不赌博，不嫖娼，不贿赂上司，办手机卡的时候按顺序排队，一排2小时，这把自己当普通公民呢。然后呢，这个两姓韩的喝酒，他在日记里写喝酒嘛，说应酬喝酒仅仅89次。我们知道很多村干部一年应酬喝酒都要超过360次，还有喝成烈士的，对，还有因公因公殉职的，对，而且呢，虽然他玩女人多次，但是陪老婆逛街
统计也有25次。哦，给父亲还买手机，家里红旗不倒，哎，还孝顺。没错，就是，而且就是喜欢玩玩手机啊，跟徐老师似的，玩电脑啊，对吧？你买了一个新手机啊，花了什么2000块钱买一新手机，日记里连续3天高兴的不得了，玩了一天手机，第二天又玩了一天手机，讲的比女人还详细，没错，3天不玩女人了，玩手机，基本上是个宅男，你想看，宅男就是宅男在家玩手机玩电脑，这是很健康很高尚的一个娱乐，我觉得。他这个文体哈，倒不能算是他发明，他应该没看过。香港有个作家三苏，你知道？对，我知道。写过一个《经济拉日记》，我们现在对他文学史地位评价还很高。当初是通俗小说，他写一个经纪人，他这个日记哈，跟他就真的非常像了。他这个日记是什么？比方说，他的第一篇日记上来就是说他在酒店开房。那个不是他老婆，这不是他老婆。酒店开房，然后那个女的走掉了，问他要了点钱，然后呢，他就出去呢，去跟人家谈生意，讨价还价，讨价还价。然后回到家呢，看到家里的女佣在那里睡觉，哎，有点这个感觉哦，他还想着人家，然后再回来，老婆回来了，老婆回来了，一脸的酒气，他也不敢问老婆晚上哪里去了。然后一看老婆的钱包里边多出一些钱来。然后他又不敢问这个钱哪里来，就抽了那个钱拿去用，就这么来写他一天。但是你说这个人是坏人吧？不是，你后来看下去哈，他一旦赚了钱，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带老婆去买房子。哎，他老婆呢也是做经济，做交际花这种。他呢就是说其他的女人呢跟别人他不嫉妒，但是老婆呢嫉妒，是一个很生动的一个文学形象，而且写法跟这个非常像。所以这种文体啊，看来各地是有呼应的。看来是能拿奖的。不过一个是虚构，我们也不知道广西这个到底是不是有虚构。假如这是真的，对吧？其实要不然说呢，我自己觉得这个韩风啊，这个。我觉得有点冤，真的，就是而且你也觉得贪的少，我不是说觉得贪的少啊，我是有这么一个感觉啊，就是说他现在出了事儿啊，那么我们说一个问题，就说这个网络反腐这个到底好不好？我呀说好，但是我是皱着眉头说好，就是你知道当我说好的时候，我不禁都会想起毛主席的这个话，说这个革命不是大姑娘绣花，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就是这么狂风暴雨的，对吧？因为网络，我觉得它是有点非暴力的准革命的性质啊。你的意思说，但是精神上也是有暴力的，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呀，像我这个大姑娘绣花针似的这个仔细啊，容易混淆大是大非。为什么我也说好啊？的确抓出贪官，对吗？可是另一方面，我也觉得我有90%的罪。OK， 罚我90%的罪，可是罪犯也有权利，我有10%的权利，是不是也该给我10%的权利？没错，没错。就好比说，贪官贪了，好查实，该怎么办怎么办？但是呢，冤有头债有主，谁把我的日记放在网上？对，这个这是不对的，这个侵犯公民权利吗？对，这个是而且呢，还不仅仅是他，这个日记里涉及到6个跟他关系亲密的女孩子，对，有名有姓，而且呢，人肉搜索查出那是谁了，那你让这些女的，人家怎么做人呢？对，对，那么那些女的有什么错呢？而且我觉得真的是，你要设身处地帮韩风想啊，他真的会很难过，看到这些日记上网之后，他心想。我就才贪着70多万，玩来玩去带完也加起来才这几个，就给人损成这样子，那心里多郁闷。香港有一件可以相对来说的事情，前一阵香港法那个告了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呢，最后的罪名是他跟幼女发生关系，但是在这个罪名发生之前呢，他们不知道因为一个什么东西去查，家里找出100光碟啊，性爱光碟。100多个人，就是他拍了跟100多个人的这个性爱光碟，那结果这个司法部门呢就去找这100多个人，结果呢只有4个人愿意出来指控，就是4个人愿意出来指控，其他的人呢就不，他不愿意出来指控，这个光碟就不能作为罪证，你明白吧？就是说，我们道理上，我们当然了，一个人你留了，你跟100多个人做爱，这个常识就算是坏的了。在你还都拍了人家光碟，未变的人家都知道，但是只有4个人指控，结果就根据这4个人指控来定他的罪，而其中呢有幼女
所以最后是定了这个罪、嗯、但是其他的那些你就不能算到他的罪状。但是这个准革命啊在中国也往往是不得不、嗯、因为为什么话又说回来，好比我说要是我得到了这个日记、嗯、对吧，假如说我是个好公民的话、嗯、那么我在里边发现有妨碍公众利益的情节，有收赃钱、嗯、那么我据此向有关部门举报，对吧，可是啊这样举报确实不见得有人理啊。嗯，对。那么你不能不承认呢、啊，他是发到网上去了，他发到网上才会查他呀。对、嗯。这么这个才会查，所以人家就讲嘛，就说这个什么不查都是孔繁森，一查都是王宝森，还有什么呢？不查都是为人民服务，一查都是为人民币服务的。嗯。那么就人民币。不，我跟你说，但你要想想看，他有时候啊不只是这样，你去举报，有时候说不定你还遭殃。没错，我跟你讲，徐老师，他这网友这语言有意思啊、嗯！不查，问题都在前三排；一查，根子全在主席台。不查，学习心得个个发自肺腑；一查，原来全部来自百度。不查，都在为革命辛勤站岗；一查，原来早已怀揣绿卡。然后。不查全是优越性，一查都是性优越。不查他是公仆，一查原来他喜欢女仆。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因为都姓韩嘛，是吧、嗯、所以韩的这个博客呀、嗯、做了一个调查、嗯、我觉得这个里边啊确实你可以看到现在的人心，嗯，你可以看看他这个调查，他在博客里现在有这个投票的功能、嗯、就是说这个、嗯、我们导演给看一下啊，就说这个韩风啊他到底一看就是说有96%，也就是20万人觉得韩风是个好干部应该留任，有4%不到10000人觉得韩风是个坏干部应该严惩，对对，像之前的侠滩，有朋友南怀瑾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国学学校、嗯、很多有钱人都把小孩送去很小就来经受教育、嗯、结果他们那个学生就问他们这个学教育了以后就说你长大将来要做什么、嗯、结果有一个最小的小孩4岁半长大以后我做贪官，这不是上电视的那个吗？ 是吧？是真的吗？的就电视出的嘛，电视拍的嘛。因为贪官有很多很多东西，而且对他那个概念里边，就是贪官是不是一个负面概念？没错，就在家庭的饭桌上，因为这个能指所指嘛，这个小孩很认真，这4岁半的小孩讲出来，这大人就是笑了以后就在沉思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人家记者，我记得那个镜头里面记者还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做贪官？”他说：“贪官有很多东西。”对是，但你我跟你说，最近我们石家庄出了一个，你知道吗？能出人啊，石家庄原团市委副书记，这个女的叫王亚丽，可是你也别认为她是王亚丽，因为现在发现是吧？网友说了，估计只有性别是真的，就是她的组织履历，所有的对我还听说过这件都是假的，怎么爆出来呢？因为有个什么富翁，有个大富翁死了，他就把我觉得太贪了吧，就是开始假冒女儿，说我是他女儿，我要继承遗产，这下给揭了底儿了。人家一查，说原来这个组织部门、人事部门怎么搞的？什么一个12岁的女孩子怎么就参了军了？那么就即便12岁当女兵也不怪吧？12岁怎么都成了一个部队医院的药剂师？他的履历上，这都是假的。那么而且呢？他里边关于他的报道里边有一个细节，嗯，我明白了，我原来听我的一些同学们说过在地方上有这个情况、嗯、你说什么叫买官卖官呢，我跟你讲、嗯、已经不是这个程度了，而是比如说交通局啊，他的这个女这个王亚丽的干爹就是说呀，你让我这个干女儿到你这个交通局当干部，嗯，然后呢你这个交通局的领导的儿子我让他做我这个公司的股东，嗯，我听过，自古以来中国就同学这样跟我讲、嗯、地方上现在都已经这样了，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让你到你的单位当个科长，那么我让你的老婆到我的单位当个什么，他换官了，都不是买官卖官了，换官，这是中国传统，这自古以来就这样，这已经算进步了、嗯、这至少比我把我自己的儿子接我的班要好一点吧，他是这样，因为这那你不能做出来这个事，其实不是哪里做不出来，不很多地方才做出来，不这还是一样的，其实他基本上是他避免这样子，他就不想因为这样子容易被人瞩目，他宁愿这么一交换，
交换的时候呢，这其实是以前最早东晋门阀也是这么形成的嘛。哦，对不对？咱们是泱泱历史大国呀。没错，我们历史上有很多这种。不过这个《寒风日记》啊，就是你们夸奖他文体啊，夸奖他是写实，主要是夸他。我们从文字上来看呢，也真是一个写实化。嗯，以前呢，其实这种事情都有，文学家都会用换一种手法，比如鲁迅写洗脚，事业洗脚。嗯，鲁迅这个也是记买书啊什么什么，鲁迅没想过他日记会拿来发表，可是他的性生活都用事业洗脚来代替的。对，后来都被人考证出来。对，约达夫的写的日记里边也写，我今天跟王印象，怪不得现在全国人民都爱洗脚，都爱洗脚，对，从鲁迅开始啊，都有日记。然后那个像约达夫嘛，他也是，他 kiss， 他跟王一霞 kiss 写得很详细。嗯。不过过几天他的日记里就说了，完了，王一霞看到他的日记了，大吵，就是 kiss 可以 kiss 的，写不能写的。啊。他背后呢，包括这件事情，我想说的一个事情是，他触及了我们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了。我们文化的一个核心价值叫什么？叫可做不可说。对。为什么可做不可说？你仔细推究下去，就是说，做。是你一个人的事情，比方说韩风做这些事情没什么了不起，但是他说出来，就是说比方说他写出来，他本来是没想说的，但人家把他背说了，一旦说出来以后，你除非你是批判他或者是忏悔，否则的话你一旦说出来就等于说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嗯，你的事情麻烦在这，比方说这件事情就麻烦在这边，本来一个贪官惩罚一个贪官，再怎么贪我们问题都不大。嗯，但是问题是他拿出来说，还有像韩寒这样的人跑出来说，大家都同情他，大家都认为好像他有理这样做，这个就对我们的整个官场文化，对我们的游戏规则一个莫大的挑战。所以一句话，可做不可说，说也不能太老实说。你像我给你再看一段，他呀写的工作总结，人家都有对比，他跟单位写的工作总结咱都知道是什么语言，自个儿在日记里也写工作总结，你看看他这工作总结怎么写。2007年过去了，这一年我的工作更顺手了，什么企业规范，中层干部努力理解我的工作意图，我在员工中威信高，今年更是全面完成任务，收入又高达20万元，明年更好做，鉴于此我都无所谓回不回区局了啊。然后你看能将来在什么内退最好，今年儿子也争气，得了推荐研究生啊，2年后找工作也容易了，今年自己玩相机上了一个台阶，今后就会好好的玩到老。玩女人方面终于玩了，又和某某玩上了，还固定的和某某某玩，还有某某某带玩，真是羡慕，还有带玩的，你看，这就家有余粮，心中不慌啊。今年真是可持续发展，对，没错没错，今年真是交了桃花运，女人多了就是要注意身体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可是今年啊，你要知道这个这种性爱日记啊，就官员性爱日记这几年也都被曝露过不少。其实果然是有一些官员他真的有这个癖好，哎，因为他把它变成一个收集。嗯，就我收集了一些女人嘛，那么他等于记录下来呢，他是一个自己的战绩的一个记录。嗯，那么也有一些这种日记，你看了什么书啊，你写了什么文章，哎，对，记录这些也曝光了。但是问题是记录曝光之后呢，我觉得这回这个反应大，主要还是在于就是大家真觉得这个官啊贪的不够多。你不觉得吗？他老对这个。而且、哎、我问 你他几十万，你记得陈希同多少，陈良宇多少啊，梅多多少啊，我多很多，也多多个好几倍，性质不一样，性质不一样，高官嘛。而且呢他这个还有个情况，就他是玩女人啊，这方面他也算玩的晚。你看他到2007年才终于完了，对不对？为官多年，到现在才终于完上了。对，而且还不是说是什么去嫖娼啊，或者去，哎，没错，干什么啊？所以这一方面，我想让网友们很推重。假如说他的日记是没有被公开的，是真的一个日记的话，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他很真实的写实了自己的看法。嗯。我再跟约达夫做个比较，约达夫日记九种里边，他2007年1月14号他第一次撞到王映霞，他说他爱上王映霞了，这辈子要他。可是13号他的日记里就写他北京的老婆给他寄来一件皮大衣，
他说他那个，但是我的奴隶很可怜，我收到他的皮大衣，我真是感动，我想回去帮他抱头痛哭一场。那就隔一天哈，他第二天就爱上另外一个女的，然后呢，过了两天追不上王映霞的时候，他就到四马路去找别的女的，找别的女的不做什么，一起抽鸦片，苦闷啊。然后徐志摩又把什么表妹介绍给他，请记住哈，他一个文人，他把他对原老婆的这个恩爱，把他喜欢新的女人，把他去四马路的这个事情全部记在他的日记上，说明他不觉得这个有什么错。他觉得一个人的复杂性，这些事情他每一件他都没错。而那个时代最后他出版了这个书，畅销了，大家并没有人因为这个日记看不起郁达夫，说明那个时代也允许容忍理解一个人的复杂性。我们现在没说官员哈，官员是另外的。假如这是不是官员，是一个个人的话，那我觉得是他的这个人的这个行为的复杂性。对，你不能贸然的说他错。对，或者说他就好像你们刚才说这些女的跟他来往，他也不牵涉，他也不是金钱，所以是不是问题只是在于他是局长呢？但是你看哈，我最近还真是觉得，我老在想验证啊，因果报应这件事儿到底是不是有？但是可以说是迷信啊。可是我老觉得吧，比如说你按照一种某种非最开明的观点来看，这就是我一向说的，两个成年人双方自愿，没有暴力、权力胁迫，对吧？那么那是他们的权利，他是有一个女的、两个女的。但是事实上，你发现，色字头上好像确实又有一把刀。